其实我哋人系天生好怕无聊噶。其实逼紧我哋去做一啲新鲜嘅嘢，玩一啲新鲜嘅刺激，令到我哋慢慢咁样进步。好多研究都话，无聊其实系刺激我哋思考同埋反省嘅好好机会。喺依家呢个信息泛滥嘅年代，我哋已经好难放低部电话去认识身边嘅事物同埋沉淀自己。我哋所有无聊嘅时间，都被社交网络的各种吸引眼球的刺激内容所填满。当我们的世界充满所谓娱乐，我们亦都失去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，慢慢慢慢变得麻木。